来欢迎女主走秀第一组，编号第一号牡丹，众赏欢迎，掌声欢迎第一组牡丹。牡丹花花语是富贵、吉祥、圆满，但客家人的形象是简单朴素，因此使用的牡丹花标染发，搭配黑色的网纱，塑造出华丽又不失朴素优雅的氛围。服装上使用传统的客家花布，服装是用那件传统的客家花布为主主体，搭配欧风的马甲和鱼尾裙，整体造型优雅大方。领子部分也设计了滚边立体，为整体增加了古风，而腰部也增加了蕾丝的元素，让腰部设计不单调。同时配件呢，也选用了牡丹折扇来呼应主题。现场没有，再一次给我第一组牡丹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第二组花赞，众赏欢迎，掌声欢迎。客家人用剪纸来记录一生，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五福图，不同的颜色图腾分别代表不同的故事，某种民间故事，其中也有不同的意涵以及祝福。利用象征感谢的红色以及素雅的白色来做组合，并在部分的白色布料上印上喜图的印花，也呈现出待嫁女子的纯洁无瑕以及对她的祝福。而服装的部分也分为了礼服的小背心以及袖套，背心的小立领取自客家的传统服饰，而蓬蓬的袖套一层一层如花瓣般，非常的美丽，也如同花信年华的女子美丽。现场朋友再一次给我们第二组一个掌声好吗？接下来用哈蕊环养踢嗓族第三组持之恩典，送上环养。以客家陶瓷作为理念，用青花瓷器作为主轴的概念，颜色多处用蓝蓝的印象渐层做使用。原先以客家传统服饰作为发想，进而改良了原有的客家大襟女装与时尚来做结合，做出新式客家具有现代感但不失传统韵味的礼服。那我们在特色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衣领处是用淡白色半透薄纱来做支撑，那也整体呢呈现了瓷器般的传统美感。再一次给我们第三组持之恩典一个掌声好吗？撒哈勒内干内维琼哈伦环养 T 西族第四组与花海共舞，掌声欢迎。一层一层层层浪花是大海美丽的作者，以客家最具代表的传统服饰蓝衫来作为发想，用客家最传统的服饰 Hacking 衫为做主体，将蓝衫特色的元素栏杆斜襟作为单边外套的重点设计，用蓝衫 T 恤跟演出胸针附露出的蓝冠来做充电的设计，让我们也以素雅又自然的蓝蓝运用不同的技法来呈现海浪的不同形态，同时呢也将我们的礼服重点设计出呈现出沉稳素雅又自然的礼服。现场朋友再次给我们第四组与花海共舞一个热情的掌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听五组第五组西客，现场朋友给我们的 model 一个掌声好吗？以客家蓝染为主要的灵感来源，因为客家蓝染的文化特色是享誉国际的，很归于两个哦，每一块的布料也都是最独特最贴切的，设计师呢也是希望穿上这件礼服的人都能像每一块蓝染的布料一样具有独特性。同时因为客家的竹篓编织是非常独特的文化，也会体贴给尾巴，同时呢也在礼盒比如结合了编织的特殊布料处理，更能凸显两人的客家文化元素。那主题的名称呢，寓意也是取西客的谐音，寓意为珍贵的文化，珍贵的文化，同时西也代表的是幸福吉祥 happy 吉
是给我们第五组稀客一个掌声，谢谢大家。接下来继续欢迎的是第六组蓝电永恒纵向白羊。第六组设计理念是以蓝蓝的色彩呈现出漂亮、会讲、稳重又耐用，并且代表着永恒与忠诚，同时也象征着奶奶哈嘎尼客家人坚韧不拔、传统朴实内敛的个性。那设计师呢，也从这些元素呢以及技术套用在礼服上，想要表达出婚姻能够美满并且忠诚对方。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体的设计上使用了客家蓝染以及白缎布为主要的元素，那使用蓝染以及蜡染的技术来呈现不规则的形状，同时呢也有给大家整体大气稳重的感觉。再次热烈掌声感谢第六组蓝电永恒三哈蕊温环养癌天气组天存，欢迎第七组天川纵扫白羊。天川日是指女娲炼石补天之日，同时女娲在传说中创设了婚姻制度，所以以女娲为设计的灵感，而女娲以人身蛇尾的样式示人，所以这一次的设计也是以鱼尾来做设计。领口部分以常见的中式旗袍领设计感，加上欧式风格的马甲，形成中西合并的礼服风格。加上胸口的部分也缝满了代表女娲补天时收集到的五色石。那裙摆的部分也呈现出澎湃以及浪漫的效果。再次热烈掌声，甘米恰天气组天船。接着第八组要来欢迎的是客鱼花，掌声欢迎。设计师以设计的理念致敬敬爱的祖母，设计师设计给林亚为了尊敬定位给祖母，以家乡的风景作为发想，用家乡的枫叶来做主题，利用传统客家花布将白色的天空与蓝色的山脉融入在其中，利用传统客家花布能够拍摄给天空同蓝色的山融入它，并以牡丹花与其作为结合，能够用牡丹花融作给它。大家也可以看到下摆设计如同牡丹花般盛开，层层堆叠并且绽放，也如同绵延山脉的印象。夹层的纱也代表着风的流动以及客家的气息。再次热烈掌声感谢第八组客鱼花总长。继续欢迎的是第九组天九族客家花，天众的朋友总长欢迎。立志保留了传统客家服饰的立领，胸口运用立体图片，设计的灵感来自的客家花布的牡丹花，就可以牡丹花鱼尾裙设计表现出曲线的好身材，乌龟的波浪代表着一层一层的花瓣，而配色呢是以白色以及红色为主，色身可以用帕色和勾粉色的周主体。印花的设计是以客家花布来做改良的设计，同时以简单化作为主要的理念，用简单的仿缝式来做布料的理念，同时呢利用线条描绘布料上的花朵，颜色以红色以及紫蓝色作为花朵。天颂给朋友再摆给我们第九组客家花一个掌声好吗？众赏鼓励。好，三个人呢，温暖繁阳哎，还第四组、第十组五月雪，也谢众赏繁阳。五月雪设计发想来自于春夏交替之际，油桐花绽放时的客家桐花季，它打桐花机。那我们运用缎面布、珍珠纱的白色偏光效果，来营造出油桐花雪白的意境，呈现出油桐花它写写给优美哈，会讲的优美。那同时呢，也是使用刺绣亮片油桐花朵在纱绣斗篷头纱以及裙摆上，宛如朵朵纷飞的油桐花。
现场朋友再次给我们的捏显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哇，以上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女生，总共有十组哈。那同时呢也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立法委员许智杰许委员也来到了现场，欢迎米野，欢迎欢迎感谢。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继续欢迎的就是男生组的部分咯。首先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来欢迎男主走秀第一组迂回众小环阳团班按动念论一笔归动的念音四肢都哈嘎给本方梦影传承你念六十给问题。台湾近年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客家文化面临断层语言流失的危机，而迂回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即使遇到困难，客家文化依然能够延续传承下去。亚白给主题没黑希望就算堵的困难哈嘎文化没有中得继续传承下去。那我们也以客家文化为概念，以象形万字来作为设计，红黑色的印花设计以客家文化的简约设计，那也是红黑相互来做对应。现场朋友再给第一组一个热情的掌声。接下来呢要来欢迎的是第三组客鱼花，掌声欢迎。以家乡风景作为发祥之情设计客花布，用打油的缝衣和做主题，七嘎三七哈嘎的法布，并且呢运用了黑色的夜晚以及蓝色的山脉来做主题的颜色，用的无色的暗布和个蓝色的山来做主题的色色，黄色的部分呢你看到法就可以推表念狗，黄色的樱花也是代表着月亮，用蓝发呢就可以推表乌龟，牡丹花只是代表着富贵。那整体的剪裁也运用了客家传统的服饰来作为敏感，下半身也结合了西装裤的搭配，呈现出东西合并的意念。再次感谢第三组客鱼花。撒哈瑞为环氧的黑 T 西族第四族芝麻，众小环氧掌声欢迎。芝麻主题取自于白居易半盆水一诗，青罗与紫葛芝麻醇相究，在袖口处的刺绣设计犹如芝麻相互缠绕，寓意结为连理的两人接下来的生活都是互相关联。主要的理念就是说结婚的两公婆你来爱数甜数雄夫之子穷哈雷哥你给你嘞。再次感谢第四组芝麻带来的精彩走秀表演。继续欢迎的是第五组花绣，掌声欢迎。牡丹绣余生富贵添一分，与衣织曼绕结发共长生，这次设计理念将象征百花之王的牡丹用于绣上的装饰犹如花绣，有别于喜气的色调，主要是使用暗色的丝绒布，低调奢华的风格以反衬牡丹刺绣。通常卖用的台风色梦想用哦，也卖主要是用暗色的色色来呈现出妙蛋发的奖。再拜感谢第五组，感谢第五组带来的花绣作品。接下来再次掌声欢迎我们第六组重华，欢迎。重有相同再次之意，从亚扎斯与匈庸在一百个意思，将传统与现今合并，重现当年风华。同传统同定家甲匈哈从演出更用时的缝法，设计轮廓取自于传统的对襟衫以及大裆裤，着以花布蓝衫的配色，创作出设计的新观点。再次感谢第六组重华。接着以热情掌声来欢迎第七组愿满，众小环阳掌声欢迎。
即将步入婚姻的新人，先希望有个完美美好的结局。月满印花设计发想来自油纸伞，意义也代表着团圆圆满。油纸伞的意思就推表团圆圆满的意思。生活不比想象，总是波折不断，经过相互磨合才能够重新获得平衡。再次感谢第七组月满。撒哈瑞空哈瑞榜样听满足雀，一起来掌声欢迎第八组雀。第八组雀设计理念，以古时候以雀的叫声为喜兆，古称之为喜鹊。大家可以看到外袍下长度的设计是以前短后长的方式来做设计，如同喜鹊的尾羽，黑色也是选用羽毛的色彩。再一次掌声感谢听满足第八组带来的雀作品。接下来要欢迎的是第九组同花丑。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油桐花生命力天人的精神，就如同客家精神，就称客家精神。因此客家人对于油桐花具有特殊的情分，礼服衣身、领带及披肩的设计也运用了大面积客家传统布料以及色彩的提取，展现出传统布料以及现代礼服的魅力，同时呢，也呈现我们客家精神的坚韧之美。再次感谢同花丑。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表演单位。好，我们现场呢再一次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刚刚所有的 model， 再一次为大家带来一次热烈的走秀，好吗？好，现场的朋友来欢迎。哇，大家呢可以再一次来看到我们刚刚的走秀团体，同时呢也可以想一下，待会呢想要将你神圣的一票来投给谁呢？好的，我们再次邀请所有的设计师的作品再次呈现在舞台上，那也请大家再来看一次我们现场所有设计师所设计出来的客家礼服，同时呢也请大家待会呢要记得投下你的神圣一票咯。现场的朋友再次给我们十八组优秀的客家礼服设计作品还有现场的我们的设计师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我们一样呢，再邀请是我们的女主的走秀的我们的 model 再来呈现一次好吗？因为我们这次的设计非常的不简单，也希望呢再次多亮相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同时呢也邀请大家等一下都可以一起来拍照，来为我们这次的设计作品呢来做一个呈现哦。那我们再次邀请我们女生的设计作品再次来到舞台好吗？来，现场朋友再次给他们一个掌声，请大家给我们的设计师还有 model 热情掌声，也请他们再做一次的亮相，欢迎。好，那我们请大家可以来这边也可以哈。好，那我们邀请现场的朋友，那我们邀请我们的立法委员许志杰委员以及我们的主委一起来合照好吗？欢迎。好，那我们的小新，好，那我们邀请我们的女主，好，哇，我们的委员非常的贴心啊，因为不想挡到我们的设计师的礼服。好，我们邀请我们现场好朋友可以来帮我们拍一张照片好吗？来，我们也请我们的 model 来摆出你最美丽的 pose， 来哟、哦！哇，今天真的很开心，大家一同来参与不可思议客家礼服设计赏。也请大家一起来为我们拍照好吗？
比个赞好不好？来，一起来看我们前方摄影镜头。好，那我待会喊说不可思议客家礼服设计赏，请大家一起喊出赞好吗？来，新朋友，我们准备喽，不可思议客家礼服设计赏赞。好，还有媒体朋友需要补充画面的吗？好，那我们再次感谢女生组的 model， 谢谢。那我们也邀请男生组的再来拍一次，好不好？好，我们再次感谢女生组，谢谢你们为我们穿上非常美丽的客家礼服。同时呢，我们也再次邀请男生组，好吗？一同再来出场，欢迎！来，掌声欢迎我们的男主走秀的 model 再次出场。同时呢，也同样在邀请许立伟以及杨祖伟再跟我们的 model 一起来拍张照咯。好的，那我们再一次来一起来看一下阿敢连跟这样，我们口罩可以先拿下来。来，我们是那个对对对，好，可以先拿下来。先来一张来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摄影镜头。好，那待会一样主持人会喊不可思议客家礼服设计赏，一样请你们比出赞，朋友需要补充画面的吗？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所有的美帅气的我们的作品，以及我们的立伟。同时呢，我们也要邀请许志杰立伟来跟大家说几句话，好吗？那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来欢迎许立伟来跟大家讲几句话喽！掌声欢迎。好，谢谢我们主委啊，还有所有的评审老师啊，所有的 model， 还有所有的现场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哦，我刚看了，觉得真的是蛮好看的。我们客家可以有这么多的变化啊！我最记得，其实我客家会不会讲？不过最近都学了一句，什么？爱金红金葱，过黑身买黑虫哦，对不对吧？啊，对，我觉得哎，这句话也蛮好的哈。啊，所以其实我对客家，哇，真的是蛮有兴趣的。那我们凤山现在是所有的高雄市38区里面客家人最多的，啊，所以呢，啊，将来其实有任何的客家的活动，啊，我凤山那边啊跟啊客委会这边可以协助的地方，啊，那大家就尽量跟我吩咐，啊，将来我想这个我们可以继续来参与，继续来扩大，甚至呢把它变成商品化。那变成客家的文创，啊，其实这个将来应该是对我们客家文化的推动会很有帮助，啊，那甚至除了客委会，还有文化部，甚至经济部也有机会协助我们做这个文创，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努力，啊，啊，大家这位来拍拼哈，安尼好不好？好。嗯，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行路有风。我是高雄小金刚哈，哎呀。代替市长陈其迈跟大家问好啊！这个活动大会所有的贵宾好朋友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好，再一次感谢许志杰立伟来到现场，给我们支持及鼓励，哇，非常开心哈！那大家呢，刚刚已经看到我们18组优秀的客家礼服的设计作品，所以呢，我相信大家现场应该已经想好说，等一下这个人气奖要来投给谁了，对不对？好，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然后等一下呢，就可以到我们服务台来做投票的一个动作。那同时呢，我们现在看完青年设计师的精彩作品过后呢，我们也要让评审老师来好好思考一下哈。我们评审老师呢，已经先到里面哈做一个探讨，因为大家刚刚也是有看到我们这一次的作品，哇，非常的每一个都是非常的厉害哈。所以呢，也要让我们的评审老师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哈，如何来选出这次的优胜作品。那也要提醒大家，等一下的投票时间呢是到下午4点。那待会呢，我们也会把时间要来交给我们的地下偶像团体，但同时呢，他们也会来呈现我们警戒设计出来的一个美丽的客家礼服。那
我们呢现在再次提醒大家，等一下一定要到服务台来做投票好吗？因为你的每一票都是非常的神圣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地下偶像团体带来的精彩走秀表演。我们就把时间来交给地下偶像团体咯，掌声欢迎。好，那我们待会呢会有历届的美丽的客家蓝衫礼服，那也会请我们的 model 来穿上去，同时呢来呈现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哈。那其实我们历届的礼服呢，每一个也都非常的漂亮哈。我们的摄影大哥也都准备好了，对不对？待会呢也一起来拍下我们的 model 来穿上所有的设计礼服。那我们同时呢也希望再次提醒大家哈，我们现场的投票到四点钟，大家在拍照之余呢，也要有机会一起去投票咯。所以现场的朋友，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地偶团体带来的走秀表演，掌声欢迎。大家午安，大家好，快家伙，大家嘿，摩爱利亚哈纳比拉夫，我们是摩爱利亚绝对萌玉以及哈纳比拉夫花舞纷飞，我们是来自台北的两个偶像团体，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客家的活动，然后并且呢展示拥有这个蓝染的文化的服饰。那首先呢为大家展现的第一套衣服是由我们 Hanabi Love 的西木酱为我们带来的服装。西木酱跟大家挥挥手，希望大家也可以用热情的挥手来欢迎他，谢谢。
去呢，真的是有非常特殊的设计，用薄纱带出了一点性感和可爱的感觉，希望大家也能够仔细的欣赏它的美丽哦。裙摆转圈的时候看起来很好看，对吗？让我们谢谢米酒，请给我们热情的掌声，谢谢。那稍后呢，再跟大家宣传一次，我们会在这边进行特殊的演出，那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玩哦，银行人。